知名服装设计师温庆珠一辈子都在为自己和别人打造美丽，对美有高度灵敏的观察及要求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温庆珠。很多人看到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要谈谈美这件事情。我想那个美第一要从内心开始发生。说话娇媚，姿态婉约，不过作品却带着强烈冲突的美感，使得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明星魅力。探索温庆珠的生活美学，请锁定本周六晚间9点，影响力100遇见温庆珠。